要是我一刀劈下去的话，估计这个都得去一半。你今天过生日，你快乐吗？快乐。嗯，来。每次就买壁虎就行了。对，嗯，小时候不知道，他蒸饭给我们给我吃，就是一大盆一大盆的。我说这个是肉的，以为啊，这屁股他又不会弄哦，他那个东西他能弄掉。天哪，有一股味道我就知道了。反正外婆每次都喜欢买那个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我宝贝的，你可以啊，我暖和一点就是。怎么这么暖和呢？三年前你不喜欢我，三年后还是不喜欢我，难搞哦。妈妈是最厉害了，得有发酵感，有点发酵感才有用。什么？刚刚那这个是？你？啊！哦，好疼啊！天哪，怎么那么大的火呀？我已经换新衣服了。哎呀！我要今天这个。那个毛啊，很凉的很。哪里来的毛啊？那个绳子。绳子还有毛啊？饿到饱气。我已经快这样长吗？哎，我呀。妈妈，我把小猫拿出来了。三十几方吗？不来喽，你家干嘛去收拾一样呢？走得了不，嫂子？还
还不是一样的啊。他出去都得送的。那用的。嗯。前几天我刚才来得到不？来得到。哦，来得到嘛？你要经常走街耍噻。要走上吃饭哦。来得。啊，那还要不要上嘛？以后来哦。就说。回来吃夜饭喽，喊六妈一起哦。等下这个鸭腿就给一个奶奶。哇，我要吃红萝卜。慢点，我烫着呢。我要吃红萝卜。我来呀，等一下，我来，你端不了。我放的时候必须嘛。好嘞。